好了，可以了，够了。你会翻跟头吗？哎呀，这就是我的跟头，你会吗？你怎么跟我一样蠢，小鬼？外面真的很冷，是吗？很冷，风很大，我们别出去了。我跟这样一吹，我想出去看一下。那你去看，你穿好衣服去，你不要那个。你看我刚，他们都不认识我是谁。我说我是没人样了吗？哎，哎，是啊，我已经就不是人了，已经连人样都没有了，一点人样都没有了。真的是婚礼啊！我这边都闪到了，我这。这话要递一点，鬼哥。啊？求你可以帮，你再给我拿一桶呗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底下得放个石头压一压。谁要满天星啊？那小林。哦，好漂亮啊！Thank you。哦，美！哎哎哎哎，倒了倒了。完蛋了，万一等下倒了怎么办？哇，又倒了。妈的！万一婚礼进行到一半倒了怎么办？有点糗哎。啊！太可怕了。拿个东西固定一下，拿个石头或者是，我去找点石头好了。你，哪边啊？真的找到石头？那跟你开玩笑。作为一名合格的花艺师，搬点石块并不算什么。看到了没有，各位花艺师们？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花艺师，你还要学会搬石块。